Hello，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光之光，麦克当地人教学系列呢。你看第一样这些东西，对，没错，我今天教你们挂机刷绿宝石，这些装备也是要全部拆解，因为我打的难度没有算很高，所以像是我现在已经89了，我刷到的东西是36，我全部拆掉换绿宝石都很赚。OK，那它需要的东西非常的简单，它不需要什么太多的一些附魔之类，它只需要荆棘跟拼死一搏。这个拼死一搏是。你血量低25%的时候会自动使用所有法器，对，这东西很好用。然后再来是荆棘会反伤，对，就先把它升满。OK，你只要装备有这两个附魔就可以来挂机了。那法器的话，它是带这个回血，然后还有那个羊驼跟狼，但是我觉得我狼太废了，我狼没有很高等，我就只能有王狼只有40，我就只能换成十巨人。其实你这两个可以再换掉，你可以换成其他伤害型的，但是换这个就是方便去帮忙清剩下的怪，然后这个就主要是做回血，以免低于25%，因为你用完之后你没有一个回血能力嘛，所以你要带这个图腾，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回血。那挑的地点是我们现在在的是南瓜牧场的开完门后面这边，不是有？拉杆嘛，这个两个地方，这个拉杆这个地方，你只要不拉这两个拉杆，它就无限刷怪，你只要刷到你吐为止。那你也可以去那种像是熔炉之类的地方去刷，刷那个生怪砖也可以，只要挂着刷，不会把生怪砖打掉，基本上你只要这样子持续维持这样子就无限刷。好了，那再来就是以下就是示范影片。不是啊，我没有那个装啊。发一下地方。你有那个装了吗？我没有啊。放在旁边是好吧？我就其中一个啦，就是一血量到的话。叫你挂哪边就好了，然后挂在点，不会被打到，收到回来捡就好了。对啊，就挂你旁边啊。被打死。我有那个啊，血量低于25的那个。哦，应该可以啊，反正重点是吃反伤，然后召唤。那先跑过去那边呢、但我知道入旁白。可以送我啦！你不要去拉，等下的那两个拉杆。不是啊，不是这个啊，是后面那个啊。那如果去拉那两个拉，我就恨死。地方的圣光会恨死这个王者。哼，不起六，我们挂他是太低的啦，感觉可以再高一点。挂走。
Thank you.